最近激安置殿堂开咗幕啦，我即刻买咗一大堆甜食，睇下有啲咩啱你啦。呢啲零食全部都系由日本直送噶，试下呢个冻冰冰嘅芝士蛋糕麻薯先啦。闻落好浓嘅芝士味，口感咧唔算好烟韧，味道咧就好似忌廉芝士咁，仲有淡淡嘅牛奶味。如果唔想食冻嘢，可以试下生切麻薯。呢个麻薯原本系硬骨骨嘅，要加热先食得噶。呢个麻薯比起头先嗰只咧烟韧好多，好有糯米香，好食。除咗就咁食之外，仲可以加朱古力酱或者其他配料。除此之外，仲有两款芝士蛋糕同 tiramisu。tiramisu 整体好湿润，有淡淡咖啡味。这个芝士蛋糕都不错，几软滑，芝士味都 OK 浓。最后有这个比较少见的冬甩球配忌廉，未试过都不妨试下啦。Yoo-hoo!